在小女孩给她扇扇子，就这个动作，然后大臂不要扯，不要这么扇，你一扇，等下扇着人脸上了，对吧？你就给别人扇扇子，你就想象着你前面有一个小朋友，给他扇扇子，用你的前臂扇，好，抛球扇，抛球扇，看到没？先练这个，啊，一定得抛起来，但是我们要这么站啊，重心压在左腿上，先重心压左腿上。啊，就这么扇，看，稍微拿起来一点儿，可以走，快不快？速度，就是这个速度，大家想不想知道怎么让它快起来？为什么我发的这么快？你们可能有些人就这么发，是不是？你这速度太慢了，这儿没有威胁，没有一点威胁，你得让它扇快点，看，听到这个声音没有？扇快一点，急促一点，但是力量不要过大啊。那有些人一个人在家怎么练，对吧？如果说你练这个蹬球的话，一个人在家可能有点难，蹬球有点难，下旋球是 OK 的，练下旋球可以。比如说你这个对面，我对的是一个床，对吧？练下旋球的时候，你就练摩擦，接触球的最底下这个部位。练下旋球的时候，以及不转也能练，蹬球不太练得了，或者说你就像我这样去蹬。看，加快你的这个摆臂速度也可以，在家里面加快摆臂速度，走啊，只是速度改变，而不是力量。有很多人，你看速度改变了，力量也改变了，这个就不行。我们的这个速度、力量改变的时候啊，你们要记住这个，规律，就是力量加大的时候，速度肯定是也是加大了的，对不对？力量加大的时候，速度是加大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力量，这个速度在力量的重合里面，对吧？但是我们速度加快了之后，不一定力量会加大。你看，我这个速度加大之后，我不一定力量会加大，但是力量加大，速度一定加大。所以说，你们如果刚开始还是整不会、琢磨不透，你就先把速度和力量都上来，没关系。就扇扇子，会不会用前臂扇？别用大臂，别用大臂扇，就用前臂这么扇。看，但是站位一定要保持这种站位状态。左脚，你的裤子这里卡在球台右侧。啊，你先把球发出去，没有关系。看，发着发着，你对那边球面有一定的感知和了解，大概多长的距离，对不对？我再轻点。哎，慢慢的去折。你刚开始一上来的时候可以加速度、加力量，都可以，巨快，对不对？很快很快的扇，很重很重的扇，很重没有关系，你先去多练。啊，很重没有关系，慢慢的去折，把这个力量折回来一点。看，它速，实际上你最后速度上来了就 OK 了，看到没？这个很快了吧？这个你有了。摆臂速度不要有大臂，有了之后你再结合准备的发球，然后呢用我们的这种，如果你想发左侧啊，你就用你的板子这么去拿，而不是这么放。你看我刚才是这样，我刚才是这样的啊，我刚才是这样的，对吧？你想发左侧的时候，本来我是接触的这个球的中后部，后面这个地方就面对着你们的这个位置，对吧？我现在是这样这么扇的，我想发左侧奔的时候。左奔就是这种球，看它有点拐，它有点往左边，看这么拐，看到没有？大家看到没有？我怎么拐的？发个直线，发个直线，发个直线。啊，如果是发个直线，看，往直线指你的这个拍，你别往这儿走，别往这儿走，你往这儿看，挥拍轨迹，扇的这个幅度稍微小一点，本来是这么扇。扇扇子本来是这么扇，想象你对面有一个，哎，特别热的人，你给他扇，本来是这么扇，直线你就这么扇，往直线走，幅度小一点，从这边来，轨迹不一样，本来是这么扇，这么扇，对吧？变成这么扇，看出来不同没有？直线，咱最基础的、最简单的就这么练。能看明白吗？如何发纯下旋？我发十，
不是不过往，就是摩擦不过去啊。等会儿我们会说，咱现在先说说这个奔球。奔球你们都会发了吗？长不长，短不短，咋办？现在不就教你呢吗？左侧啊，继续讲我们的这个左侧，你发球长不长，短不短，可以用这种方式先去发长的，感受这个球特别特别长。你把长的发好了之后，就是把那种底线球，特别底线的白线球发好了之后，你短的你轻轻一碰它就有威胁。如果你发的球又不长又不短，那是不是都没有威胁？对于别人来说都很好接。你先把一样发好，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发的比较好的那样。你现在是长的发的好还是短的发的好啊？我们可以说一下，你们现在是长的发的好还是短的发的好？谢谢关注，谢谢大家的关注。如何发纯下旋？左侧奔长的发的好，对吧？如果你是长的发的好的，你就可以练练短的。短的球就是稍稍点击一下就可以了，短的球你稍稍碰一下，哎，然后再一个就特别特别要注意的这个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啊！注意这个细节，就是你要发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发球的第一跳，你们觉得是要跳的离自己近一点，就是离端线离我近一点，还是离自己远一点的位置？近还是远？近还是远？你们觉得如果想发短的，远，远。今天这个短裤没有，之前那两天的短裤有，远，对吧？然后呢，如果是你是现在是发短球发的好的人，就发这个短球你发的特别好的人，那我现在想把这个奔长球，我想把它奔出来，那你们觉得现在此时此刻我应该就发长的发的好的人，我想发短的，我应该第一跳离我的身体是近还是远？长的已经发得很好了，我这个时候我想发短的，就相反嘛，对吧？就离自己稍微远一点，短球要离我身体要稍微远一点，第一跳你这个时候才能发得出短一点的球，看到没？是不是离我很远？那我想发长的，第一跳基本在这儿，看，基本就在这儿，短的要在这儿，长的要在这儿。教你们一个方式方法，怎么去练习？教你们一个方式方法，拿一块东西，对吧？我想发长的，我把它遮住，发在这个里面来。拿一块东西，我要发长的，我就把它这里给它粘住，让我能够有一个视觉上面的参照物，对吧？离自己近一点，然后我就发在它里侧。不要发在外面去了，不要发在那个前面去了，发在它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我这个时候我要发长球，离拿它拿参照物，拿它用参照物，对吧？我离自己近一点。如果我发短的发不好，我就往前面走一点，我要发在这个参照物的前面去，这个时候我才能把短的发好，我就往参照物前面发啊。但是呢又正正好不能擦到网子，这个你们要去把握好，必须要拿一个参照物啊，我往前面发点，看它不就成短的了吗？我对着那个参照物往它前面发，绝对是短的，对着它往前面发。此时你发到它后面你发不短，发到它你也发不短，只能发到它的前面这个位置你才能发短。这个大家能不能去理解一下？理解的扣个一。刚刚我说的这个拿参照物的这个方式方法，理解的扣个一。又想听这个伤心的酒吧，一会儿我们下播了，那个小严老师有心情的话啊，我心情好我给你们唱我歌，你们一定要听到最后。短的需要降重心，嗯，那是对的，短的长的都需要降重心。我们想把长的奔好，你也不能这么奔，对吧？你肯定你得奔的方式，你得肯定也得是这种啊，也得降重心。然后呢左侧，现在说左侧了啊，怎么发短怎么发长已经告诉你们了，你是长的不好还是短的不好你自己知道了怎么去练，对不对？现在告诉你们方式方法了。然后呢再一个，这个侧的这个侧旋奔球怎么发？侧旋我就一定要拿拍不一样了，像刚刚我是这么拿，
奔球没有侧，不带侧的，奔球也是最好接的方法，就这么顶过去就行，对吧？我不用管这个球左侧还是右侧，我来变换我接发球的这个拍型，不用去想，它是比较简单的。当你发这个奔球的时候，人家接的比较好了，你再去改变。比如说你一上来你发这个奔球，他就接不好，他就接不好，一直发到结束，知道吗？知不知道？侧旋，好，我现在教你们来了，现在教你们怎么发侧旋。刚刚告诉你们发球的一种方式方法啊，方法还是比较重要的。实际上你们每个人都发的不错，我知道，但是呢方式方法感觉掌握的不是很好，所以这个球呢也发的不好啊。我们来讲侧旋，大家别急啊。好，侧旋球的时候呢，改变握拍方式。第一个，改变握拍方式，这么握拍，不是像刚刚那样这么握，再改变一点，看，食指、大拇指、食指要上来一点，跟我们平时握拍的方法不一样，你得上来一点，看，拿上来一点，大拇指这样，后三指也是这样，叠放在我的拍柄这里。叠放在，或者说是后面两个指头在后面，或者说是后面三个指头都全在后面都没关系，啊，刚刚那说的那几种任意一个方法都没关系。首先你先这么拿，拿完之后看你的拍头是不是掉在地面上，看你的拍头是不是指向地面上，是不是？啊，看完之后，对吧？这个方式我已经能够判断我要发左侧了。啊，上来就这么拿的人，你们想想，对手一上来就这么拿，这么展示他的发球，大差不差都是左侧。现在就是发和接都教你们怎么去判断，上来就这样的绝对是左侧，上来就这样的绝对是右侧，好不好？啊，然后就是先再教最基础的，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假动作的那些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前几天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引拍的时候引到什么幅度？发左侧旋的时候引到我们后脑勺平行过来，哎，这个位置，后脑勺平行过来这个位置，大臂不要起来，大臂如果起来去发球你就很容易冒高，看发的时候很容易冒高，包括直板也是一样的，大臂起来很容易去砸它，大臂放下来放松，前臂打开，前臂打开的时候板头微微的指向我们的后方，我们的后脑勺后方这里啊，别这样打开就行了，看看打开。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个球发奔，也是利用刚刚那种方法，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拍面变成这样了，拍面变成这样奔了，然后奔的时候呢，触球的那一瞬间啊，稍微的看，从这样引拍，稍微的，哎，这样去碰它，然后转一下板头，板头稍微转一下，再看一下啊，慢动作，看好像像那种切过去的，不是像刚刚这种扇过去的啊，现在是像切过去的感觉，看，就好像你这个，我前面有个西瓜，对吧？我拿刀这么切，我们不这么切，也不横着切，也不竖着切，我斜着切。想象着前面有个西瓜，大西瓜，我斜着切，这种方式去切，看从后方切过来，从我的身后方切过来，这个位置，后脑勺这个位置啊，看，但是又不完全的版型是这种啊，也不切这个球的下面，切的这个球的左侧位置，我要发奔嘛，是不是？我是不是要发奔一点？切左侧位置，你别往下砍。往下看，它就是一个奔的是下旋啊。我们现在说上旋的奔球啊，你直接就往左侧切，版型是这种就可以了。看版型，我发的时候这样的立起来的状态，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去发的时候，它就是比较转，比较发的左侧下旋，下旋球那个就也可以叫奔球吧，下旋球奔长的下旋，对吧？我只是接触的面儿不一样。接触的面不一样，下旋球的时候我接触它下部分，这个部分一点也是左侧下面，
那我上旋球我就接触左侧，略略的碰到一点点下面都是没关系的。这种就叫什么球你们知道吗？上不上下不下，用拍的哪个位置击球？拍的这个位置，这个是上，这个是下旋，上面一点的就上旋。我给大家发几个，你们看我的位置啊，我给大家发几个，你们具体去看一下。我第一个，你们先猜一下我这个球发的是奔的是上还是下，你们猜一下啊。我现在奔的这个是上还是下？我再发一个，跟刚刚一样的，怎么都看不到球印呢？拿个白一点的球，还是看不到球印。实际上我能感觉到我发到哪里了，你们觉得这个上还是下？对，全是上，全是上。我刚刚隐约的看到有个说下的，没有下啊，实际上是这个位置，上面像这个位置一点，上方一点点，下旋你就发下边一点，上面下面上面下面，你不可能发到这儿去，不可能发到这个位置去，知道吧？这就容易板边，容易失误，发板头。下旋也是板头，上旋也是板头，能不能理解？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理解？发短一点好还是长一点好？你肯定是极端一点好，要么就很长，要么就很短。半出台的话，咱们先不考虑，半出台先不考虑，好不好？先考虑怎么把人奔死奔长，再考虑怎么让人上脚上来，你结合一下就晕了。我只能凭感觉猜，刚刚那个大家都答对了，基本上就是上旋。那我接触的是上部一点，下旋，哎，反正都是跟板头有关。你们记住，发球你不能发在板子的这个位置，啊，看啊，我把它一刀切，一定是跟板头有关，你不能发在板子下部，知道吧？一定是跟板头有关，啊，包括你看这里，包括勾手也是一样的，下旋。上旋跟板头有关，你发到这儿就不对。看这个能理解不？一刀切发板头位置啊，如果是上旋奔上旋就上半部分，上半部分下旋下半部分，这个能理解吧？这边是上面，这个是下面啊。然后呢，刚刚就是左侧上旋，我一定是接触球的左侧方一点，我没有接触下方。再看一下啊，具体又有刚刚很多人进来了，大家一定点点关注。我们今天的主要教学内容就是发这种球，教大家怎么去接。等会儿啊，包括短球教大家怎么去接，所有的左侧旋、右侧旋这些，告诉你们应对方法，包括有好几种应对方法，不是只有单单的一种搓球。搓球太单调了，太单一了。这个是上旋球，具体怎么练？我刚说了山峰。想象成第一个记住这个山峰，第二个记住你在切西瓜，切它的侧面啊，切西瓜。如果你这个还不会切的，一上来你先练山峰，对方有一个对面有一个小朋友，你帮他山峰，看先去这么练。但是我们的站位一定要这么站，别这么站位啊，帮他山，是不是这么山？咱山峰你不可能这么山，这样就怕人扇到人脸上去了，这么扇啊！大家点点关注，看把速度发出来，前臂速度走快点，扇快点。你想让你自己这个风是不是风力大一点？你得不得扇快一点？得不得扇快一点？我想让风力大一点，我这么慢慢缓慢的扇是没有用的，我得加快速度，是不是？包括我发球似的，我给对面扇，我就不给自己扇了，我给对面扇，我加快速度扇。刚上来不会的，你加速度加力量都行，先把这球奔出去，慢慢的去折你的力量，哎，折到这个位置刚好，注意你的第一跳。如果咱不知道的，就拿一个参照物，比如说拿一个这种这种工具放在这儿，我想发长的，我就得发它的后面，就是离我们近一点的位置。我想发长的就发它的离我们近一点的位置，你不能发它远了，发远了你就发不长，知道吗？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放在球台上的时候，会有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参照，知道吧？
会有一个有一个余光去发球的时候，有余光去发的话，你稍微会准确一点。如果我想发短球，我现在是发那种长球发的比较好的球友，我是发长球比较发的好的选手，我就把它往前放一点，往前放一点，大概放在我们的球台的中部。这个时候我要去练短球，我就发在它的前面，别发它后面了。我们都知道发后面的话是想把这个球发长，对吧？那我现在发长的发得非常好，我想发短它。你看我刚刚那个跳在这儿我不行，跳在正好这个中间位置不行，那我得跳得长一点。哎，短球就出来了，跳得长一点，看到没？一定要拿一个东西去参照，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这种参照物，以及没有感觉，不知道我到底能发多长多短，对吧？你看我跳出去一点，第一跳跳在这儿就不行啊，一定得稍微跳出去一点，短了，跳出去一点又短了，对不对？这个整会之后呢，我就发侧了。我继续讲了啊，刚刚因为有很多人进来没听到的，我继续讲了啊。直拍，直拍也是一样的，对吧？刚上来的时候这么扇，看，加快速度扇，凉快一点，对吧？然后变成这么扇，看，切西瓜扇，斜着扇，啊，现在全说的是上旋，奔球，奔球啊，怎么发？看斜着发，但是我触球的那一瞬间我还是这种方式，因为奔嘛，奔嘛，带点侧而已，对不对？我重点还是奔，重点还是奔，所以我的接触面积不会特别的侧，不会特别的侧。你特别的侧你就不太发的奔，你还是得靠你的中后部一点，就这个位置侧一点点，板型是这样斜着去切的，但是我的力量往前用，别往下，看到没？斜着走是不是长了？并且它过去的球比较奔，不好接。你反手攻也不是，你搓也不是，一搓就高，一推就下网，就这种球，你们知道吗？带点切的往前奔，看，你推不是那么的好推，你们知道吗？这种球，切西瓜，斜着切，从右后方切过来，右后方延伸过来就是我的后脑勺这个位置，切过来。右后方切过来，特别简单，就竖着拍子切。看，直拍就这么拿，竖着拍子切；横拍就这么拿，也是竖着拍子切。引拍的时候拍头可以起来一点，到这儿了一定得过来。看，发到对面，它就是一个侧拐的，看到没？是不是侧拐的？你们觉得这球难不难接？我发过去这个。一般对付那种公园的老大爷可以了，他一搓就高，我跟你说，稍微一搓就高。如果说他搓不高，你再奔一点啊，再奔一点，直接扇扇子，看到没？直接这么奔他，我就不信速度奔不出来。他接好了之后，他这个推挡哎应对的不错，对吧？并且能够发力打你的时候，你再转变一下，侧切，侧着切他。你刚开始是扇风，现在我侧着切西瓜，啊，侧着切它一下，往前的时候，哎，这个是带上的，我往下走也可以，哎，力量往肚子下面用，往肚子下面用，你就别往像这种，我是往上走的，这种上旋我是往上走的，看我最后这下往上顶，我想发下旋的时候往肚子这砍，砍到肚子这来。这就是下旋的切的方式，哎，这个就比较下了。这个大家会了没？会了没有？打的时候拍子没竖着呀，你们再仔细看一下啊。我接触球的那一瞬间，我停下来了。再看啊，看。我整个动作我就是我怎么样我也得做成这样，我刚刚停下来了吧，你们看到我刚刚停下来了吗？我故意停下来给你们看一下我有没有竖着，直板，看
我最终我肯定要从这样发成这样，那我肯定就要竖着。你不管我发的时候有没有竖着，就是你发的时候要转动，要转动，你不可能一直这样。看，一直板头在上面，这发不奔的，发不奔的，你真得旋一下，旋转一下，而且力量往前走，力量往前走，啊，下旋往肚子这砍，下旋往肚子这砍，看，往肚子这砍，它就是下旋了。你不往肚子这砍，你往前走，往前走，看，往前走，往前走，它就是上旋，往肚子这砍就是下旋。讲的理解了吧？我觉得你们都给我竖大拇指，估计是理解了。这个就是侧旋的这个球怎么去发啊？然后呢，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怎么去接这种球，它有好几种应对方式。你们等等我啊，我装个球。还是比较多种应对方式的啊，这种球。啊，在咱们接这个左侧旋的时候啊，你们要记住，平击的你们都会接了没？平击的，平过来的。你要么就搓过去，对吧？要么就搓过去，长球，长球平击的搓过去，发个直拍台内的。台内的，我们的第一跳要跳在哪里？我先问你，然后你心里面回答我一下。台内的，我第一跳我要跳在离我自己这一端近的还是远的？哎，我的，啊，我这一跳跳的太近了，跳在这儿了，离我自己这儿太近了，我刚刚失误了。啊，你一定得远一点，好吧？远一点，然后呢，中体重心发完之后，对，一定得远一点，近了就不行。然后这种球我们怎么接？既然我是左侧，我是左侧。对吧？我这么拐，大家想想，我往那边拐，那我接发球的时候这么拐，看，往我身体左侧拐，怎么去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得看左侧拐？我是不是得跟它相反？我往那边走，是不是就不会吃旋转？如果它往我身体这拐，我还这么接，往这儿拐，我还这么接，它就完全完完全全就飞了。我得逆着它走，看看看，它这么走过来。我得这么走回去，是不是？我是不是得这么走回去？对方的球这么过来，我是不是要这么回去？如果我还这么走，完完全全出去了，我得这么回去，看，这么接。像这种球，你要么就这么拉板型，这个时候反手拉的时候，板型你要稍稍内扣一点，然后呢，你的站位左脚再偏后一点点去站，去拉这个球。怎么去应对刚刚我们说的这种下旋？或者是上旋，啊，上旋侧奔长的也是稍稍的往回扣一点，引拍的时候往对方直线可以走一走。如果对方的质量比较高，正手，那你就往前顶，你先试试这么接，先往直线走，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走斜线也是可以的，非常简单，就是把拍型撇过来一点。这个你们能理解不？对方的球这么拐，往我身体左侧拐，我是不是要给他拐回去？给他拐回去，还是这么接？你这么接就完了，完完全全吃旋转，就从那边飞了。能理解大家应该拐回去啊，板型稍稍的对着对方正手，往回扣一点啊。如果是上旋拿起来，直接这么去蹭一下，然后呢，对方的那个速度如果发得非常快的时候，你们就找刚起跳的那一下上旋球。刚起跳的那一下压住球拍，手拿高往前一顶，往前一顶，手拿高，千万手别放下去了，大概手就放在你肚脐眼这个位置，
你稍稍的往肚脐眼以下走，腹部这走，它就出界了。就这种球，看比较奔的，包括侧奔的，一定得手拿起来一点，拿起来一点，板型回扣一点去接它。如果它太转了，哎，这个侧奔的太转了，它是往下砍的，对吧？比较难接。你这时候你不太会拉的，拉球感觉不是很好的，你就也是一样的，相对你的反手回勾，对吧？搓球也是这么搓，反正就是朝着那一边走，朝着对方的正手那一边走，就是拐过来，就是拐过来，实际上都一样的啊。教你们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个球怎么去接，对着哪里，实际上你们背都背会了。对方只要是这么拿着，就是左侧，我就得往那边正手位接，往那边走，板型要回扣，想到左侧板型反手就要回扣，但正手不用。你如果侧过来，他发你中间，正手你不用这样走，你正手也是回扣着拉，看，对吧？反手是往回扣，正手也是稍微勾一点拉，你撇的话也容易吃旋转，反正往那边接就吃旋转。往这边走，往这边走，以及往这边走，对吧？就不吃旋转。然后呢，教你们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看这个人怎么发，对吧？如果我的左手是对面，是你们，我的右手是我自己，我这么拿，那你就得跟我一样的板型，平行，平行一点，拉伸平行。你看我平行之后，啊，我的板型就是这么拿的，对吧？我延伸过来这么拿的，那不就是往那边接吗？往那边接吗？你不可能往这边接，知道吧？这个能不能理解？看我怎么拿的，我这么拿，你也这么拿，平行。你不能跟我这样，你跟我交叉了。看，我这么拿，你这么对着我交叉了，那转过来，我的反手就这么接，完完全全吃旋转，对准方向都错了，一定是回扣的这种方式。啊，这个已经讲的不能再深入了啊，已经讲的不能再深入了。这就是这种侧拐的。左侧旋上旋，左侧旋下旋，怎么接？大家都会了没？实实在在很转，你也是把它给拍型很转嘛，对吧？下的很转，你看它往肚子这砍，看它往下边砍，很转了，你就搓过去，而且板型是这么搓，板型这么搓，稍稍也拿高一点，毕竟咱的速度，那个球发过去速度也比较快，你不要拿得太低了，拿太低就抬起来了，啊，是下旋你也拿高，下旋球搓没有人这么搓的吧？对方发过来很下的球，没有人这么搓吧？搓球一定也是拿高，反手拉球，上旋球撕球也是拿高，拉球也拿高一点，除非他很转很转的那个，你得往下引拍，就刚刚那个最转的往下面砍的这个，哎，你拉球的时候你得稍微往下引一点，但咱搓球的时候也是得拿起来搓，听懂了没有？这一个，哎，同侧接。对不对？是实际上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吧？大家点点赞啊！请教个问题：急缠或者对方搓加转，节奏比较快，反手总是想发力，但失误超多，多练还是放慢节奏？放慢节奏拉个落点，放慢节奏拉个落点，好不好？但如果人家搓得太快太快了，又是下又是快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因为我实际上我也会搓回去。就现在我们这个专业度，国家一级运动员，开球网分数2300分，啊，又是比较好的这种学校毕业，就是反正我也会搓回去。你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拉呀，你现在不觉得？包括我们看奥某会打比赛，很多都是这种发个半出台，发个长的，包括双打，发出去，你就给对方拉起来，你防一把呗。你非要跟别人杠吗？你搓得死转死转的去拉吗？对不对？你拉完之后可能质量也不高，好不容易拉上一个质量也不高，搓球总失误。搓球一会儿跟大家说说搓球，有没有人想听搓球的？想听搓球扣个一，我们就开始讲搓球了啊。想听搓球的扣个一。这个很难吗？搓球技术都想听呀。衣服在我们的下方链接，衣服在下方链接可以去看一下啊。这款衣服是专门给这种
品牌是这样说的啊，我是觉得小朋友啊，以及我们的中年人啊，以及我们的青少年都是可以穿，非常好看。主要好看是什么呢？气质，哎，气质绝佳。所以说，如果你是领导这一挂的，领导一般气质也比较好，对吧？你又如果你又想穿那种显得自己气质更好一点的，打球的时候，这件衣服绝对是不二选择，好不好？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穿的。想发纯下旋，纯下旋发球，想听纯下旋，感觉正手搓球比反手难。等会儿我就教你正手搓球，一步解决正手搓球，一天解决正手搓球，让你以后不会觉得它难。搓球难是因为没人陪练，搓球为啥总是碰？你了解理解这个原理，等一下听我跟你们说，你们就知道了，一定是一个超大的进步啊！发球击打都很好，实战回归技术怎么改善？那你就得多练了，结合那个对手。上旋球有几种接法啊？上旋球可以撕，可以拉，可以弹，可以撕，可以拉，可以弹。搓球本来就是比正手比反手难，是吗？不一定哦。刚才左侧上旋，正手可以接，可以啊。左侧上旋跟大家说了，勾着点，看勾着点。上旋球，比如说他发你中路。不可能一上来人家全发你这儿，就这种球啊，我有的时候我是觉得人家正好站那儿，人家正好站那儿，我就不发那儿，哎，我往中间走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接这种球？往中间走一点，一定得让开身体走，带一把，让开身体带一把，但是你带的时候动作，最后这个动作也得做完整，动作千万别大。如果你想动作大一点，往后退一步去拉它的话，如果咱们想动作大一点，稍微发点力去拉它的话，一定得往后撤一步。看顺势，看站好的时候，撤右脚，撤右脚，一定得撤出去，然后去带它。这个球你拉的时候，尽量往别人的，尽量往你的斜线走，也就是这个地方，拉到对方正手大脚去。这个时候你想想，哎，我发完这个球，我发完这个球发到中间，你直接用正手拉我一个大脚，我还有没有？我站这个位置发，我本来是准备这样打球的，直接你拉我一个正手大脚，非常管用，你知道吗？你们就平时可以去盯这种球，因为现在业余球友越来越聪明了，不会总是往别人的反手去奔，对不对？不会往人家手下奔，可能会往这儿走，可能会往这儿走。这两个地方你们得去多注意，所以在我们准备的情况下啊，你们去盯，只要在这场比赛开始，这一场比赛开始了，他会发你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要盯以后之后的球会不会都往这两边来。从第一个，就咱们打球的时候啊，打乒乓球你真得反应快，脑子。比如说他，你就这么准备，你看你这么准备用反手接。他一直发你追身，一直发这，你的站位都不改变，那你最后是不是吃死了？就咱很多人都说从头到尾吃发球，实际上人家发球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别人发球多样性太多了，太多样化了，有一些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进行一个马上的临时的反应和判断，对吧？他第一个球发你这，你就得开始这么站了，这个大家能理解不？理解扣个一，这是方法，这是方法，打了20多年的乒乓球的一个方法，教大家，告诉大家，也是不要花一分钱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亮个粉丝灯牌，对吧？粉丝灯牌才1毛钱，对吧？之后我们都能听到这种免费的干货分享，来进一步来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天，或者说听一次，听一分钟都是一个进步。左侧下旋正手怎么接？正手如何用力？左侧下旋正手如何用力？啊，咱们的这个正手如何左侧下旋？你想想，板型一定不能打太开了。这个时候，左侧，对吧？这么走，对方这么走，看弧线这么拐，是不是这么拐？往自己怀里拐，往自己身体内侧拐。实际上这个球是用正手是非常好解决的一个方法，如果你用反手接还可能还别着了，就人家发你中路的时候，咱千万别用反手接。左侧不管是上旋还是下旋，尽量侧开一步右脚，
接发球的时候，直接侧身去拉他，拉一个这边正手大脚，这种方式看一般都发在这儿，会往身体内侧拐一点，直接这么拉他，对吧？如果是下旋咱也是一样的，稍微勾一点你的手去拉他，我用发球机发两个给你们看看怎么拉。如果是左侧下旋球啊，我给你们发几个，我用发球机演示一下，这个发球机这个时候就比较管用了啊。正手拉，我先发慢一点，我先看看啊，你们别着急，这个位置，哎呦我天，还不定点呢，不好意思啊，我改一下，这个还不好意思，大家，就这个球你们都不会接吗？刚刚这个球你们都不会接吗？怎么现在猛上人？就中间这个位置的球，咱们一定得让开，这么去拉，看，这么去拉，包住板型，包住。拉下旋一样的方式，但是我包一点，因为他这时候往我身体内侧，他侧，你打太开了的话，你就更合不上这个球力量了。左侧下旋的时候，你包一点，这么去拉一个直线，但是人要侧开，这个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理解？不定点也行，发球机发过来球特别难受是吧？发过来的球还可以。啊，不定点，你看啊，我来几个。啊，这不是不定点，这是短球了，改了一下。哇！哇，太慢了。太慢了，巨转，你们知道吗？这球巨转，巨转无比。谢谢关注啊，超级无敌转，咱一定得拉球的时候得蹬腿。我把它调一下吧，我要把它删了。这球咋删啊？等会儿我啊，教你们怎么拉中路的这个球。很转，咱的前臂一定得甩出来啊！业余球友，刚刚那个球巨转无比。按计划讲错讲，对吧？就是刚刚中路那个球，你就往这边拉就行，往那边走，特别特别转，前臂得甩起来，前臂得甩起来，边打发力的感觉，嗯，特别难接，真的太转了。这就是咱刚刚的这个急下旋侧下旋球，侧下。看这种。咱一定得会发，好不好？会发还得会接。然后现在左侧旋发完了，如果是短的，左侧旋这个球如果是短的，哎，发的你反手会接了，中间会接了，对吧？他上来，哎，又发短球了，或者发你正手了，发完长的，你们自己去想，包括你们自己打球也是一样的。我们练完这个长的了，是不是得练个短的？你肯定得换个位置练个短的，就这个位置来个短的，或者是这个位置三角来个短的。那现在
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位置的短的侧旋怎么去接，左侧旋怎么接正手位的短球。大家想不想听一下正手位的短球转和不转有几种接法，怎么去接？想听的扣个一，然后我们再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大家点点关注哟。这个正手位置的球，我们就换一个角度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角度，对吧？我现在要接这个位置的球了，看一下脚底下手上怎么去动，这个位置，对吧？人家发我长的，发我长的这里，不好意思啊。我把它转过来一点，发我长的这个位置发的还行，它是不是得上短的来发一发？上短球来发一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劈它，劈它一个，它不是老是调动我吗？我一上来就下意识想的这条线斜线，我先不退了啊，斜线劈出去。并且它是左侧旋，看，右脚一定得往上蹬，踩住，踩住，顺势往下搓，啊，看，不管它怎么发，哎，反手，看到没，大家？反手你接完之后，正手短的就这么接，劈个长的，或者是中路。或者是反手，刚刚不是很多人问，刚刚咱不是很多人问这种球怎么接，对吧？这种正手的球怎么接？首先给大家说说脚底下怎么去动，啊，发球机庞伯特的，庞伯特的。首先我们的脚底下，你首先你得上来，右脚得上来，长的发多了。他总得来几个短的吧，那现在大部分业余球友他还是会往正手短的这去的比较多，这个位置去的比较多，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左脚垫一步，右脚赶紧上啊，大概在球台做的感觉就是这种，左脚垫一步上，而不是直接上。咱很多人啊接这个球的时候看啊，直接上你是上不来的，直接上只能上到这儿，你左脚垫一步再上，你能上到这儿，这个就是左脚垫步的关键性，能看到吗？左脚垫步上，左脚不垫上，就是最后就是造成这种感觉，搓完以后一个半高过去你就没法打了，一定得左脚垫步上，踩住去劈这个球。劈的时候我们的轨迹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劈球老劈不出去，劈出去还是个上旋，或者你劈出去的时候总是这种感觉，有没有业余球友劈出去总是这种感觉？看，你老这么走，你老是往一条平行线平面上走，看，老这么劈，你都没有停顿下来的时候，咱这动作包括正手那边也是一样的，看，你都停不下来，咱一定得先学会停顿，停顿，看，停顿，包括劈正手，停顿，停顿，横板，停顿，你别再，看，很多人都这么走，包括引拍幅度非常大，大家刚刚看到这个停顿没有？停顿打在公屏上，正手搓球，大家把停顿打在公屏上。啊，一定得跟着我一起去练，一起去记啊，不然这个很容易忘记。你今天练完了，记完了之后，你就进步了。停顿，再来一次。啊，我现在就给你们做一下示范，示范完了之后我再去搓。实际上我就代表着你们，我就当做是我自己是个小白，搓球小白，啥基础也没有，是不是会容易这么搓？短球。甚至有些人上都上不去的，不知道怎么上，老磕着这个球台的，
一上来就容易，哎呦磕着。有没有这种磕到球台，你一定得上短球，短球反手就不容易磕，为啥呢？反手我们是这么搓，我们的胳膊是抬起来的，你不可能这么搓球，对不对？那我们的正手呢？正手你这么搓不也磕着球台吗？反手这么搓也磕着，正手这么搓也磕着，那你的正手你也得抬起来，就是这么抬啊，你别这么抬，自然放松的抬起来，反手是不是也是抬起来的？这个肘部搓球的时候，短球摆短，你不抬就磕着了，对吧？正手也是一样的，你这儿得抬起来一点，这儿放下去，别肘抬起来之后整个，看拿这么高，我给你们看看拿这么高搓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整个都抬起来，看到没？这是整个都抬起来搓的效果，特别特别容易下网。所以说我们的正手搓球它的要领，上短球去搓的时候它的主要要领就是你的这个肘部你得给它抬起来一点，别这样竖着搓，很容易磕到球台。然后呢我们的拍子你得放下来一点，大概就是这么拿啊，在我们屏幕前观看的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去做这个动作，跟着我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我在引拍的时候一定不能特别大，大家看到了吗？刚刚我是这么搓的，你这么引拍也不行，你这么引拍也是不行的，你怎么去引都不行，一定得哎，一上来我的脚一上来我就摆好这个姿势，就我刚刚教你们的摆好这个姿势直接搓。搓的时候挥拍的时候就注意一个，你们刚刚打在公屏上的那两个字停顿，搓的时候停顿，停顿啊，千万别是这样的轨迹，看别是摸不着边的这种轨迹，很多人都这么走，你只要注意停顿，它不是横向走，它一定是这么走的，包括我们的反手搓球一定是这么搓的，正手搓球这么搓的，看看是不是往前往下搓，有没有人这么搓？反手上次我们来一个球友这么搓的，看他都是没有停顿，你停不下来，停顿停顿，正手也是一样啊，我把反手摆到正，你把正手摆到反手的位置，反手是不是这样？那我正手过来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搓，然后停顿，在前方就停顿，正前方就停顿。但是有一种例外，就是我要逼他正手为大脚的时候，我可能此时的拍型我会往左下方走一点，这个时候我就不太一样了，是这么走，这么走，不是这么走，你如果搓直线就这么走，包括反手也是一样的，反手搓直线搓斜线，是不是？咱绝对不可能侧着走，正手也是不可能侧着走，或者是这么走都不对，理解没？停顿。新手小白想买个拍子，我等一下就给你们那个什么，然后衣服的话就在我们的这个下方的小黄车里面，衣服就在这里，我穿的是 M 码的162的身高啊，我是162的身高，然后我是穿的 M 码的，衣服就在下方链接，好不好？它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领导们啊，或者说是哎，比较有气质的人，或者说你自身没太有气质的人，穿这个衣服，我跟你们说，那就不会错。称为制动，对，制动。但是很多人不理解制动，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专业的运动员，他制动的都不是非常好，有一些人。啊，你停顿，停顿就好了。还有领子，对，特别好看。还有领子，搓到拍面什么位置？如果是劈长，一定是下方这个位置啊，我们把球拍分为两节，上半部分为一节，下半部分为一节，这为一节，这为一节，咱们打球肯定是上半部分为主，包括发球也是一样的，发下旋上半下侧，发上旋上半部分的下侧都是上半部分，如果搓球也是上半部分板头这一点啊，就这个上半部分的下边板头，上半部分的下边板头这个位置，好不好？如果你想搓成上旋，你就搓在上面去，
趁机讲一下核心哪里怎么用，搓球为什么不引拍，就是你不能引啊，你一引你就容易下网啊。你们看一下，你再看一下我这个搓球，看我引拍往下用力肯定下网，看我引完拍只能往前送才不会下网，看容易失误还啊，看我，看我这个有引拍动作吗？我上去就摆好这个姿态，搓就完事儿了。姿态摆好，姿态摆好，搓，直线、斜线、直线、斜线。你觉得刚刚从我后面看的这些球友，你们刚刚从我后面看，觉得我引拍了吗？觉得我引拍了吗？发球机庞模特的，你们有需要的话，那个进我群聊问。基本是静态，所以谢谢，就在下方链接啊。动作小，对不对？动作小，两 K 多，两 K 多，这个发球机对，是庞模特的。反手对呀、啊，反手也不引拍啊。你如果反手引多了，是不是也容易失误？也是一样的，走，走，看往正前方，正前方，大斜线的话才要往左下搓一点，其实很简单。然后再一个就注意什么呢？除了第一个重心，第二个引拍，第三个挥拍，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触球的那一瞬间，捏板，这个太重要了。你想把搓球搓得转一点，太重要了。一共就四个点。细节啊，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四个点，第一个就是你得上脚把这个姿势摆好，反手也是一样的，上脚重心上去，它短球，我们现在教的是这种，哎，发短球了，对吧？刚刚长球发完了，现在发短球了，怎么去接？发你的反手，你也是右脚上来啊，左脚垫一步，垫一步上来。正手的话也是左脚垫一步上来，你不垫步呢，就会造成哎。搓完之后直接重心就栽在下边了，你垫一步上来之后，你的重心还在你的前脚掌，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哎，我垫一步上来的时候重心还在前脚掌，我如果不用左脚垫步直接上来，我的重心就在整个脚掌，理解的扣个一，理解的扣个一。我如果不垫步上来的时候，不垫步上来的时候，我的整个重心就在整个右脚掌，垫了一步上来之后，我的重心就在前脚掌。啊，理解了，这是第一个。垫步上位，垫步上步，上步之后一定要摆好这个姿态。正手的姿态就是，哎，对吧？反手的姿态就是，嗯，正手的姿态，哎，反手的姿态，嗯，看。一定得去练，搓球也得练，好不好？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特别的关键，真的得练，真的得练啊！你们在屏幕前就可以跟着我练，上，哎，上，嗯，谁在问我呢？谁在后台咨询我？谁在后台咨询我？你们看到衣服的直接下单就行。我穿的是这个，M 码的，我是162的身高，105的体重。啊，上面的都有，详情页都有。上步，嗯，摆好。正手上步，哎，摆好，一定不要上步完了之后还有其他的动作。这个正手是特别难摆的，我知道正手特别难摆，就很多人一摆正手就这样，对吧？或者这样，或者呢，反正什么样的都有，就摆不对。咱一定得注意正手搓球的时候，你的这个肘跟反手一样的，它俩是不是平着的？有没有人反手这么搓？你这么搓一上去你就磕着了，包括正手一样，你这么搓就磕着了。你的这个肘的这个位置如果朝地下，它就磕着了，你得给它往上掰一点。看，肘本来放这，往上掰一点，板头放松，这个姿态。去习惯啊，大家去习惯。哎，垫步，哎，你上脚的时候直接就摆好了这个
状态，上脚的时候就摆好了，剩下就是挥拍了，没有引拍了。上脚不要再引拍挥拍，因为没时间了。我们打球的时候，接发球的时候，正手短的上脚的时候，已经上来的时候我就要去触球了，而不是上脚了之后还进行一个引拍挥拍。这个时候你击的点就是什么点了？你再进行引拍挥拍，大家告诉我，你击的点是这个球的高点还是这个球的下降期？说一下，因为120卡码趴大拍大还小，就正码拍就行，正码拍就行。我这个是，你是120斤是吗？拍小一点的，不用拍那么大的，拍小一点的。一会儿我们下播了都会说好不好？这件衣服在下方链接啊。下旋在上身期，对吧？就是你一定是你得在上身期去接。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上来了，你上来了是不是要脚下垫步要有时间？别人发球，对吧？别人去发球肯定是发短的，都很快速度发过去，都比较快的速度了。看发短球很快的速度发过去 ，sorry 啊。你这个时候垫步上来的时候就已经要进行接球了，而不是垫步上来之后引拍，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好，上来摆好姿势接球，接的时候注意什么？停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动。最后一点就是啥呢？抓板。最后一点就是抓板，第一个上步，第二个摆好姿势，找到这个点位，上步就是找到点位，第二个摆好姿势不要引拍，第三个注意啊，第三个应该是触球捏板，第四个停顿，结合起来就是上步摆好捏板停顿，上步摆好捏板停顿，上步摆好捏板停顿，反手也是一样的。还有没有这种动作了？现在包括这种搓球，这种七里八里的动作还有没有？这种动作你们刚刚有说不会搓的，现在还有吗？还有不会搓的吗？发球期很好呀，我换一个角度给你们看，还有不会搓的吗？换这个角度给你们看正手搓啊，看得见吗？看，上步摆好，是不是这个姿势？看，拿起来，你的这个肘部一定要拿起来，你千万别肘在下面。很多人你看，他别不过来这个肘。你想想，反手搓也是一样的呀。反手我们要不要这样搓？肘部要不要架起来一点？你如果这样搓，那成什么样了？反手搓球，你就只剩下手腕开始动了。所以说，你得去举一反三，包括我们的正手是一样的。反手架起来，那正手摆过来就是这样架起来，他往左边架起来，他俩这感受不一样。为什么说正手有些人觉得正手难呢？因为他别扭啊，就像有些人他觉得正手拉容易反手拉难一样的，因为他别扭，因为这个别扭。但是你别过来就好了，你习惯这个动作，上位找点摆姿势，准备好，上位找点摆姿势，摆好它搓，摆好它搓，摆好直接就走了。注意停顿啊，触球的那一瞬间捏一下球拍，我再搓几个给你们看看啊。这搓球它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再搓几个给你们看一下。实际上我们刚刚教的是这个侧旋球怎么去接，对吧？刚刚教的是，哎呀，等一会儿啊，摆好走，摆好走，动作幅度不要太大，注意制动。注意停顿，别左右晃，你晃过去的球也是个不转，包括这样，看，那很多人的动作都成这样了，他就是忍不住要往后拉扯，拉扯，
拉扯，你一拉扯你那个速度就出不来了，大家懂了没？不要拉扯，你一定得控制住，控制住就在这儿，控制住。就是现在很多球友啊，他还是一个，他就是控制不住，没有别的方法了，你就是除了控制你就没有其他方法，能不能理解？大家能理解的扣个一，能理解的扣个一。控制住，看你一上来的时候别让他往后扯，如果说你一刚上来不知道怎么练，对吧，你不太知道怎么进行上脚，因为很多人他上完脚之后他还是习惯，看，并且搓球的时候搓的那一瞬间还有往后倒的，啊，你站稳了搓完再走，在这搓完再走，千万别没搓完就开始往后倒。然后再一个就是别往后拉扯，对吧，别往后拉扯，就往前方走。实际上挑球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动作轨迹要改变，你现在实际上动作大小都是一样的，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往后拉然后这样走，实际上你别往后拉，你在这儿往前搓，你把你从这儿的动作改到这儿来，把从你后往后拉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多人这样，你把这个后面的动作缩减到中间来，你不要极端，不要往后拉太多，也不要往前送太多，就最后搓的这下往左边走太多，不要走两个极端，你走中间，不拉也不送，就是正常的一上来就摆好姿势搓就完了。但是我们一定得找好点，有些球的点不可能一直在这儿，有可能是这儿，有可能后面一点，对吧，你不可能什么球你一上来都这样摆，那如果长一点长的你就这样摆就行了，你在后面给它摆着跟在前面摆着它是不一样的，你得找点，我刚刚说了吗，不找点摆好姿势搓停顿，找点摆好姿势搓停顿，停顿它其实就是你们所说的制动，这个真的很关键，不懂了懂没懂，就真的你们这个这一点学会，你完事之后你回去搓球，六岁的宝宝都知道，都用我这种方式已经学会了搓球，而且已经搓得非常好了，大概花了六岁的宝宝他们呢就是没有一直去练这个，他还是以基本功为主，以基本功为主，有时间的时候我才会给他练搓球，实际上他也就练了三四次他就知道了，而且每一次都是，对呀，我们把你们当宝宝，实际上学乒乓球的球友都是一样的，知道吧，因为如果把大家想的是成人就太那个什么什么了的话，我跟你们说话那就会稍微有点没那么有耐心，但是我把你们当做六岁的小朋友，我就会更加有耐心一点，知道吧，六十岁的宝宝都难学会。那其实我刚刚这样说的话学会了没，侧上咋接一会儿说，侧上咋接一会儿说，每个人先给我点50个赞吧，我先喝口水告诉你们侧上咋接。大家给我点点赞啊，好，刚刚的那个球实际上还是先教大家初步的比较平击的，对吧，侧下没跟你们说，侧下的话实际上如果它是左侧它是这么发的，哎，你就去接球的右侧，你去接球的右侧，也就是同侧接球嘛，对吧，我这个位置我这样发是不是是你们的右边，这个是球，我这样发左侧，左侧旋就是你们的右边，对不对，那我就，那你就接右边，接右边就不容易吃旋转，就等于说这么搓一点，就从我刚刚的这种状态搓球变成这样搓，就等于是劈斜线，如果是侧旋球，那如果现在别人发侧上了，哎，你这个搓球搓的他特难受，八一劈一搓很简单，好，他开始改旋转了，对吧，改旋转了开始发这个拐一下，哎，上旋，看你还去搓绝对高，然后就是而且是这种球啊，你还去搓的话不仅高
还短，你搓过去一短，人家就拍你，拍的你啊，这简直是不知道去哪儿找球，是不是？220什么意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然后呢，就这个，如果是上旋一点的球，教大家怎么接啊。我现在调一下这个参数，上旋一点的球，教大家怎么去接。就是它也不全是上旋，它还是带了一点下旋的，对吧？它还是带了一点下旋的，但它偏上。哎，这球我们可以，看，偏上了，板型勾一点，推过去。看啊，咱可能不一定挑的那么好，对吧？你们现在有这种，你们现在大部分都很会挑了吗？大部分的球友都已经非常会挑了吗？刚刚有问我侧上怎么接的，那你们肯定是不是不会侧上，不会接这个侧上，以及不会挑，不会挑，对不对？那我教你们一个先比挑比简单一点的。先教你们一个比挑球简单一点的啊，偏这种中性化的接球。它既不是搓，因为搓侧上容易高，既也不是挑，因为挑球它比较难一点，它基本上你得全部用你的手指手腕，包括反手也是一样的，用你的手指手腕去控制这个球比较难。不仅是下旋能用手指手腕，哎，你在能反应出来这个球突然变成上旋之后，哎，我本来是这样准备挑下旋的，突然反应它是上旋，也得用手指手腕，看，这么去控制。所以说咱们的判断有的时候不是第一时间，包括我们像我们专业运动员，他也不是第一段时间就能判断好，并且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他出哪里，隐蔽性很强，对不对？隐蔽性很强，不知道他出的是上步还是下步。那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球先当转的接，先当下旋。哎，当我们发现这个球稍稍的有一点不转的时候，对吧，它应该没那么沉，接在手上会有感觉，你的板型就从这儿变成哎稍微推一点。因为我知道大家如果说一从这个搓球转变到挑，一下会变成这样，动作有时候会变形啊，一从搓变到挑它就乱搞，看它不知道怎么整。那我就教你一个折中的接法，看，推过去，看，本来是准备搓的，发现它是个不转，推一下，看到没？能不能看到我这个位置接球？大家能不能看到？能看到吗？推挑，对，推挑，这不是翻挑，不是翻挑，应该刚刚那个位置是哪里啊？我得这样一点，哦，这样一点应该就好了。再看几个啊，不是翻挑，看，翻挑是这种，翻挑是挑起来，这是要果断的。翻挑是要果断的，而且你一定是手上有一定感觉之后的。咱初学者不要去学翻挑，翻挑挑着你就成翻懵了，你就把自己翻懵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先哎中和一点，把这个搓和翻挑中和一下，就变成推挑。再示范几个啊，看，本来是下旋，哎，好像不是很转了，因为我一搓看高了。看到没？一搓高了，赶紧反应过来，推它一个，直线、斜线、直线、斜线啊！注意我的这个击球时间，大家看一下。现在大家首先注重我的击球时间，看啊，这个这样挑行吗？刚刚那种方式行不行？就刚刚我最后那两三个方式，你们觉得行不行？不是翻挑，刚刚那种方法，就最后几个那种方式，前面那几个都是可以的。上升期不行，太牛了，太抢了，但是大多数人都这样，不行，对不对？一定得什么时间？大家告诉我，
有没有知道的？你们都这么聪明，不能把你们当六岁宝宝了。下旋球可以挑啊，下旋球可以挑，但是你得用好手指手腕的这个弧线的感觉，造弧线的感觉，高点，对吧？高点或者下降前，这个就很容易不开心。回答的特别的完美完整。现在是推挑推挑推挑啊，推挑，对，高点，只要你把这个挑球结合到推挑上面来，或者是正常我们的正常挑，我再正常挑几个，实际上也是高点。看我的动作，大家看到没？看我的动作，我刚刚在这儿停了。最大最大的动作的幅度就在我的右边肩膀正前方，这是最大幅度了，甚至可以没超过右肩，这就是挑球。如果你推的话可以稍微大一点，对吧？推的时候实际上也还没有用上那么高级的手指手腕，这个能不能理解？推球的时候你用上了手指手腕吗？大家回复我一下，推它的时候，推挑的时候，有没有用很多的手指手腕？哎，对了，没有。海绵宝宝、随缘，哎，超越、联宝、脉动都没有，对吧？对，你得控制版型，控制版型，控制住，它就没有用你的手指手腕。推挑的时候，它是高点，没有用手指手腕，它是用你的前臂和肘进行一个往前带动送的过程。就是在我们发现这个球它从转改变为不转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接是最好的，因为它既保险又还是有一定的威胁，既保险又有一定的这种杀伤力和压迫感。再看几个，看，手指手腕一定是没有用很多的，但是吧，你用一点点肯定也得用。是怎么用呢？大家理解是怎么用呢？是我进行触球的那一瞬间，我还是得抓一下板，我还是得抓一下板，并且有的时候我们一上来判断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可能我一上来判断的时候我以为是个下旋，对不对？那我要把它变成推的时候还是得调整一下，我的这个手指头还是得从这样调整成这样去推，用了一点，并且在触球的那一瞬间捏了一下板，仅此而已。调整拍型，捏住板，那推挑其实就是这样。调整拍型，捏住板，就是在我们为什么要用的推挑？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对于挑球这项技术掌握的不是非常好，或者说是对对方来球的旋转没有判断的非常之准确的时候，我们用上这样一个技术，对吧？那我们就要记住，你的这个手指手腕千万不能多，多了的话不稳定，对不对？手指手腕不能多，然后呢，再就是我也得稍微的用一点捏板的感觉，不然的话它没有威胁，你轻轻的拖过去跟我们这个推挑是不一样的哦。能不能理解？你轻轻的推过去跟我们这个挑球它是不一样的哦。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很多了，说的内容很多了，我怕你们懵，我怕你们一会儿又蒙圈又赖我，好吧？然后明天我给大家说说反手挑，行不行？明天说说反手挑，能理解对不对？剩下的就是复习一下今天的东西，今天的内容，好吗？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一上来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发球。发球怎么发？怎么发出奔的球？比较奔的球。刚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的？它形容成一个什么？我刚开始把这个奔的球形容成一个什么？有没有人在弹幕里面给我打出来？复习一下，咱们简单的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一上来我讲了，就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下奔球。对，这个
灵性莲宝，咱也是一个宝啊，也是一个宝贝。扇风扇子，扇它，扇它，是不是？你就别一上来的时候把这个奔球当做太那个什么认真的去练它。我们先上来就扇它，扇风。扇着扇着，不好意思啊，我装点球。这个复习我们一定得认真听啊。你一上来没有听全的，你这个复习一定得认真听。刚上来我们就扇它就完了，看，就这么扇。你不会的话，但咱站位一定得站好，左脚在这儿卡住，我就不多说了，不多说了。右脚在左脚后半只脚的距离扇，但是握拍也刚刚跟你们说了，是这么握，不是正常这么握，正反手的这种方式扇啊，一定是得蜷住后面三个指头放下来一点，食指上去一点，蜷住去扇。板型是属于这种，我的板头面对着我的右侧，面对着我正前方是十二点，右侧就是三点，面对着你们的，看，面对着我准备时的对面的。这种方式板头刚开始这么练，对吧？你把速度练起来，扇快点，你这么才能凉快，你这么扇就不凉快。哎，凉快完了之后我得发侧，他会接了，他接得好了，这球怎么接就拿起来接就完了，咱别掉在台子底下，一定得放在台子底上推它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之后呢，这球没啥威胁，我得发侧，对吧？我得发侧一点，发侧一点怎么办？我就把它形容成一个苹果，我去侧面去砍它。哪个侧面砍呢？你正手发球得不得是这个侧面？你不可能这个侧面砍，对不对？从外往内不对，你肯定是从内往外面，从外面去砍，这种方式。你看，从那边，从我的后脑勺延伸出来的这个方向，往外砍，往身体肚子这砍，嗯，斜着砍它。如果想发不转的，你最后砍的时候，别砍这个球的下部，你砍中间侧面一点，看，中间侧面一点，你才能把这个速度再次发出来。但它也是一个侧旋，啊，这个时候还是一个侧上的奔球，对吧？刚刚扇的这个感觉，你把它演变成这个侧的比较有威胁，好不好？然后呢，发着发着侧上之后，你又发现这侧上都能拉起来，你防不好，你就发个侧下，侧下的力量就往我们的这个球的侧底部去一点，然后呢，砍肚子，也是斜着砍，把我前面就是身体腹部下面前面这一块地方当做是一个苹果，当做一个苹果，从侧面砍它，从脑后脑勺的这个侧面去砍它，从身延伸的从身体这个部位砍出来，啊，从外。从后往前去砍出来，砍这个球的中下部，往肚子砍，它就变成一个侧下。看，这个球就比较难接了，比较难接了，怎么接，对吧？就是你们会发了，你们还得会怎么接，对不对？怎么去接它？就是咱们得逆着它的旋转，你别得顺着它就出去了，反手接的话就内扣一点，正手接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是，哎，内扣一点，侧过来去接它是最好接的，啊，人家往你中间发的时候，一定得主动赶紧侧过来，脚底下别再这么站了，侧过来接，侧身一板就拉它。反手的话，反手好的人，就算是中间，建议你还是用正手，好不好？建议用正手。反手好的人就发你反手，哎，你就回勾一点，这么去拉它，放慢节奏。不要太快，或者往后退一点都可以。太转了，你就立起来。啊，凭着这么去搓它，搓这个球的侧右侧面，对吧？因为我也是发的这个位置，同侧接球，发右侧接右侧面。好，这个球接完之后，看不到对面台子，我都已经快说完了，不用看了啊。这个球你发好之后，对方如果又把你的接好了，你是不是得发个其他的短球了？短球我刚刚说了怎么练，拿一个参照物放在球台中间，放在我们球台中间，刚刚有没有人听到的？这个短球
啊，近和远，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没有听的一定得给我点关注，不点关注以后就听不到了这些内容，错过了之后我来复习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带过，前面你没听到就没听到了，就错失了一次很大的一个机会，学习的机会啊。就是我现在发短球的时候，我不能像发长球一样老是跳在离身体很近，对吧？我发长球一定得跳得近一点，跳远了发不长。那我现在要发短的，我长的发得很好了，不能总奔长的，一局球人家都快退到中台去接我的球了，对不对？那我得发几个短球。发短球的时候，此时我们的这个球的第一跳，就是我碰到我的球拍的第一跳，我得跳得离网子近一点，不能离身体再近了，此时我们这个球才能发得短，才能发得短。然后这球怎么接，对吧？你整会了这个球短的怎么发，你得会怎么接，就我刚刚说的，就四步，上脚找球，垫步上脚找球，反手也是一样的，垫步上脚找球。有没有垫步？大家看到这个脚的垫步没有？你直接这样，最后踩到的是脚后跟，和你垫步上来最后踩到的是前脚掌以及膝盖，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摆好姿势，正手这么摆，它的整个肘和我的前臂它是形成一个快在一个平面上的感觉，你千万别这样就容易打着球台，你也别这样太夸张了，反手也是一样的，在一个平面上的感觉摆好姿势，垫步上脚摆好姿势。第三步开始击球了，你别第三步还去引拍，球已经落下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搓球你不能去搓那个下降期，我要不然我就搓起跳一点点的位置，就高点那个位置，对吧？起跳高一点的位置，要么就下降前期，你不能再晚了，因为我此时我上了脚了，上脚浪不浪费时间，超级浪费时间，知道吧？那我肯定得不要引拍，直接搓，直接捏板去进行搓球，以及到最后的制动停顿。然后呢就注意正手搓反手搓都是这个方向直着去搓啊。那有很多人反手都是这么走这么走，正手这么走这么走，都是错的，直着走，制动制动制动停顿，捏板停顿，捏板制动，捏板停顿，捏板制动，没了，剩下的就还原，就这些。今天总结的你们觉得到不到位，有什么还不懂的我们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再问出来啊，有什么不懂的咱们再继续打出来，我给你们进行一个最后的小小的答疑。今天说的内容大家听懂没？说得很好，谢谢，主要是你们理解的也非常不错，也很到位啊。侧切你们就别去研究了，好不好？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技术不研究这个侧切，就是正常的搓球，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打在公屏上。谢谢大家。搓球视频以前应该有，你们去搜一下，去我的主页搜一下搓球视频。然后今天这件衣服有没有人想要的？刚刚都已经有人买了，有没有人想要衣服的？我先给大家弹出来，有什么问题我一边回答你们，一边把你们想要的衣服的尺码报出来，然后呢我就给你们选你们的号，行不行？今天这件衣服非常好看，然后它还很透气，主要是它是带这种领子的，然后还很透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舒适的啊。有什么问题我从头开始看啊。每天几点？就是九点啊，每天九点，讲得很明白。搓下旋也是直着搓吗？直着搓，直着往前走，直接往前走，你不要引拍就行，你一引拍就可能会下网，一引拍可能下网，主要用我的肘和前臂进行往前推送搓出去就行。直板搓球的手指手腕怎么发力？跟横板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搓球经常搓出界是为啥？你使劲使太大了，手指手腕用的太多了。我们刚刚说了，手指手腕不能用的太多，你触球那一下捏板就行，包括挑球和推挑，对吧？包括推挑也是一样的，没说挑球。
谢谢老师好，能讲一下接发球的节奏？接发球的节奏，实际上我就，怎么说呢？你得根据球来，根据球来，包括我们刚刚发的那个最长最顶的那个球，对吧？最长最顶的那个球，实际上你哪个节奏都能接，你起跳点也能接，但是我不建议去大家接这个起跳点，因为业余球友一般掌控不好这个起跳点具体在哪儿。你等他稍微跳起来一点点，包括他那个侧旋，你们刚刚看到我发那个比较侧拐的球，左侧旋，你给他侧完再接。你们觉得你们现在的，以你们现在的这个水平，能找到那个球一起跳的感觉就在哪儿吗？我是觉得找不到，特别是那种对方发的特别侧的时候，他一起跳他就开始拐了，你们能想象吗？他一起跳就开始拐了，一拐你觉得你在这儿起跳点去接，你会不容易错过？所以说等他拐完或者是等他拐到一半的时候，找好那个位置，往左边走一点，预判好去接他，放慢节奏，这是我是觉得比较好的。如果你快一点接也可以。奔球的引拍是怎么做的？奔球的引拍是怎么做的？你是说接还是发呢？有教学没有？现在目前没有，过一段时间会出，下个月应该会出。挑球哪里用力？挑球的话要前臂手指手腕用力，推挑的话就前臂用力。拉球的正确姿势这个晚点说啊，今天讲的是发球和接发。我用的什么拍子一会儿给你们上一下，你们想知道拍子的吗？一直发不转就得练，一直发不转就得练，就接他的下步，下步中下步，中下步，下步那个地方。哪天讲一下如何判断，可以的，比赛不能，训练能。搓球直线变斜线时总出台，直线变斜线时总出台，出台搓球出台没关系吧？你是说摆短吗？什么胶皮？你需要胶皮吗？也要练空手挥拍和手腕力，对，练一练挥拍，以及我们上脚怎么去上，都得练一练，好吧？有没有人要胶皮和我们的底板的？有没有人要胶皮和底板的？最近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很多人买了已经。对方发右侧旋是不是需要回一个左侧旋？对方如果发右侧旋，给你们演示一下。最近我用的这个底板啊，刚刚那个还不是很好用。对方发右侧旋，右拐的旋转，其实我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直播的时候你没有听到还是没有听懂，直播的时候我这么发，我接触球的右侧，要不你就这样去理解，你就这样去理解。如果我是发左侧旋，我这么发，我接触球的左侧，对不对？我是发球的人，我接触球的左侧，那你应该接触球的左侧还是右侧？你是我的对手，你们可以回答一下。刚刚不会的这几个人，你先别说左侧旋、右侧旋了，你先把左侧旋给他说好，举一反三都可以。看，我是发的左侧，你们就应该接右侧，对不对？那我如果是勾手发球，我发右侧，你们应该接什么侧？他刚刚那个人他不会同侧接法，他不懂，他没有看过。如果我发这个接触球的右侧，你们应该接左侧，对不对？实际上就是这样。会了没有啊？这个大家都会了，如果你一个人不会，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都会了，都会了。对，直板握拍正手攻球，食指要握住拍面吗？直板握拍正手攻球，直板握拍食指要握住拍面吗？要啊。这样啊，搭在这儿，搭在这儿，反手也是搭在这儿，反手就更搭了，更搭上来一点，正手要稍微扣住一点，反手搭上来。有拍吗？有的，给你们上个拍，这个拍炸，王炸球拍，我跟你们说，是我这里的王炸球拍。然后这衣服特有气质啊，你们真的得就是看到有机会赶紧去拍，然后把你们的尺码报出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拍的原价和在我这里的价格，有单底板也有一整套的。单底板的那个价格就是官网的价格，你们可以去官网看一看。这个
单底板的，单底板这个价格也是官网的价格，单底板321啊。然后我给你们上一下今天在我直播间底板加上两面胶皮的价格，这个价格王炸球拍，我跟你们说真的是王炸球拍，很多人都在卖，但是他们有卖我这种全套的，而且这个价格王炸球拍，因为我配的胶皮超级无敌 nice 好打，我配的胶皮啊。然后听声音，它是5+2的外置的底板，我用了5分的力量打出来这个感觉，业余球友完全足够，甚至你去练到进阶完全足够啊。它不比那种什么龙啊什么1500K 的1.5K 的那种底板差，因为那些小朋友或者是那些成人都来用过我这个底板和我这个胶皮的组合，王炸，真的是王炸。你们回去试就知道了，一试一个不吱声，回去试就知道了。然后加上哎我给你们的这个讲解，每天啊你去分解的去看单独的价格，分解的随便你去搜，上身很舒服，这个衣服对不对？新手胶皮可以选软一点的，不要太硬啊。球拍你们就自己去购入就行了，然后直拍横拍按照自己的选择自己贴吗？不用啊，你如果说要我贴的话，我们这儿都是默认给你粘贴好发出，默认粘贴好发出。如果你要自己贴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让你自己贴的，你备注一下就行。然后呢一块球拍送你2块胶皮啊，你自己去官网看这2块胶皮均价多少，一个140，一个90，一个140，一个90啊，单底板官网300多，你自己去算。然后今天要在我们的直播间买送 EVA 的钻石拍包，就我这个送什么牌子，现在的国家队现役国家队主教练王浩和现役国家队的队员代言的雷神品牌，看啊，一个球拍套可以装2个球拍，然后呢再送你一个你的胶皮打完了之后不好用了对不对，然后就把它撕下来去粘粘一下，我教你怎么粘，发视频给你，都是默认都是我粘好发出。如果你们撕了那个膜了，撕了膜去试了就没有办法。胶带单买，你是说胶皮吗？胶皮吗？你是要买正手还是反手？胶皮单买是正手是140，反手是90，你要哪一块我给你上链接。这个无机胶水是送的，真的没有，正手的话140啊，正手的话我打的是这个我打的是这个亚瑟欧洲，硬度是40，厚度是2.1，包括我们的这个清洁剂100毫升，无机胶水100毫升，我们的护膜2个，有2个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是什么磨砂纸，就是你在板拿回去之后可能这个地方我们不会乱磨你的板，因为我们不能影响二次销售。说说反手胶皮，90块钱的那个瑞龙